兄弟们，今天我们的地表最强时间加速赛系列可能迎来的是史上最昂贵成本的一期，没有之一。当当当当，我们的主角他来了，布加迪两轮的川崎 H2C 以及最后一位搅局者。看我身后这台白色 GTR 了吗？1100匹马力，号称全国最快 GTR 没有之一。啊，大门带轮子的，直接崩哭。但兄弟们，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为什么是下血本？我们脚下的这个地方是浙江国际赛车场一套非常专业的赛道，所以专业行为请模仿，好吧？不是，我说真的，你的车没问题，主要轮胎比较贵。轮胑比较贵，这个轮胎是什么价格？30个 W。哦，这样的，半个 GTR 啊。那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第一把来，那很狂的胖子，我先跟你赛一把，我用我的这大川崎。行，开始吧。那我先给你打个样。打个样，这啥意思？我要开始装逼了。我靠，这太夸张了！有些地形啊，这是赛车，这车不上路的，对吧？对，不上路。你不是你可以吗？你先别问他可以吗？你可以吗？我？你在说什么东西？我耳屎都出来了！来来来，开始各就位。哟，最新的苹果14 Pro Max 又换手机了。哎呦，不用买，这是我在早鸟链接领的。现在下载还能拿额外的8000，重点是双福利，一人一份。真能领得到？那我还能骗你啊！而且14都是官方报销到家。你听左脚又提醒我拿8000了，你也快去领一份。哎，还真有8000哎！哎 ，Round One。 这有点完蛋，是不是？改的有点过分，你知道吧？1100匹的车，你好意思的？你听我说，崩不过，我错了。来，布加迪，干嘛？意思讲欺负不过他，要欺负布加迪。我跟布加迪崩，我不带你玩了，好吧？你怎么有点慌了呢？你这个人不慌，你不慌。来吧，兄弟们，川崎 H2 大战布加迪。你别在那跟他讲话了，你走吧，你下去吧，行吗？哎，你正好帮我把刚刚的8000领上，好吧？我也想领一份。那我教你啊，你打开我左下角链接，点底部立即下载按钮，除了苹果14 Pro Max， 完了之后我还能拿8000。这么简单，我就去下一个。哎，别广告了，我先领。Round two。把他骂了吧，没法玩。你知道我比他骂多少吗？我看到了，他比你还快。我不相信。我没有觉得他就出去那一下有多猛。那这样，兄弟们，千匹一定。咱也不废话了，要不今天加赛一场？这布加迪和 GTR 1100匹了，谁能分个胜负？必须要干一把。